劝修进度师。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第86首。披衣异想，愁时后夜小鸡鸣。起坐披衣异想亲，一念未生真佛现。万缘柴动假名尘，知缘不识名何爱。达望无依念自贫，安得身心归极乐。真空幻有总无生。好，这是一天的最后一个时辰，丑时，是深夜的1点到3点这个时辰。好，那这个丑呢，它是扭的意思，就是纽带啊，前面子时是一阳来福，那到了丑时呢，这个阳气逐步上升，这个阳气牵引万物而慢慢出来，就有丑的意思啊。好，那这个时辰所以后夜，后夜呢，那是睡得最沉的时候了啊。这1点到3点，大概是小偷比较活跃的时候啊。但他也要轻手轻脚，人虽能睡着了，但是文性还是没有睡的。啊，后夜的时候，逐步就有鸡鸣报晓了，啊，拂晓就要开始了。那作为一个静夜行人，时刻念想生死啊，一听到鸡鸣叫，就得要赶紧坐起来。但夜深还是比较凉，就披衣要开始修道了，就是异想，异怀想念极乐世界的种种衣衫庄严。那这时候由于睡眠过后，前面讲子时啊，是属于闭关的啊，这个特点，关闭六根呢、啊，不偶六尘，自然不会有六识产生。所以这个时候心地相对是比较清净的，这就是孟子讲的夜气清明之际，这个时候大家的良知是比较灵敏的，是比较一致的。这个时候正是很好的用功办道的时辰了。一念未生真佛现，当下这一念未生的这个刹那，就是真佛现前。好，那这个佛就是觉的意思，一切众生本有的觉性，本觉又称为如来藏，它就是在哪个层面认知呢？本觉是一切众生的心体，
这个心的体性是离开念想的，离开念想这种无念呢，那当下这个心就是只能用虚空来表达啊，无所不变。而且当下就是如来平等法身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本觉，也就是一念未生的当下体认我等众生本具的觉性本觉。但由于我们都是在念想当中啊，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都在妄想杂念里面啊讨日子过，没有一念的这样的一个一念未生的状态，所以就对本有的觉性呢就越来越生疏了，游离了，迷失了，不相信了。所以这个本觉啊，就是真佛虽然迷失了，这个失是迷的失，不是真的失去了，还在伴随着我们。我们无量劫的轮回的全过程，这个本觉的真佛如影随形，没有离开我们。好，一切的修行都要体认这样的真佛。那你要体认这个真佛，一定要在一念未生的当下见举。万缘柴动假名尘，如果说一念未生是从心真如门的层次去说的话，那万缘柴动就是心生灭门了。那一心具足二门呢，正因为有真如心如来藏，才会有生灭心。好，那一切的诸法都是建立在妄念的基础上的，离开念想就没有我们所感知的山河大地依报正报。所以这个万缘柴动啊，这一动就麻烦了。那本有的觉性就是一念不觉啊，就是动下呀，一念不觉就成了无明了。那个妙明之心成了无明的心了，那无明呢，就会有三种无明的相，这叫一念不觉生三细，三种细相，就是无明的业相。啊，无明的转向，转向就是能见相；无明的现象就是境界相。这里主要是建立一个能属的概念。无明的特点就是对待，有对待就有能见和属见。好，那有属见产生了境界相，那境界为缘长六出，哎，我们的
一念无明渐渐从细的状态到粗的状态，这六粗就是六种粗的相啊。六的粗相，第一种是智相，就是你对这个境界就有分别心啊，分别它好啊坏呀、啊、这些啊。那第二种就是相续相，你分别是苦的觉受还是乐的觉受啊，这些跟境界相应，自己相续也令他人相续，这是建立相续相。第三是直取相，就是对这个相续的境界你去系缘它啊，那由苦乐的苦乐爱真的这样的一个选择，那心里就会起一种执着啊，这就是执取相。第四种就是记名字相，就是依前面的这种虚妄的执着，在对一切的境界事情无相建立一个名，假名叫假名了，名就是这个概念名相啊，一看这个是个桌子是一个茶杯啊，你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名字，但其实这个名字都是假名的，假名实相啊。那有这个假名言相，它就更增加了分别了啊。那这分别就会起业相，起业相就是依于前面所分别的假名呢啊，寻这个名就着相了啊，着相它就驱动它的身口七支造种种的孽啊，这就是苦因了。第六种是业系苦相，依这个造的苦因，就是造的孽，自然就会感你的果报啊。这个果报一来，受或苦或乐的这些果报啊，这样轮回三界，常复生死，永无尽头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轮转。所以喜安大师在说万缘才动，本来是我等众生都有真佛的，但是这个念头妄念就使得产生的新生灭门，一切缘起法就会产生境界人和事啊。那这些都是很多的啊，这些人和事出来假名成，大家就给他安一个假名施舍，在这假名施舍当中又种种分别种种真爱。那下面对这个新真如门的这种认知，以及新生灭门的假名施舍世间相的生罗万象，那出现这情况怎么去对待现在的万缘才动的境界，以及怎么回归那个一念未生真佛现。好，首先是知缘不识名和爱，你当下了知缘就是缘起法，只要是缘起法就是虚妄的，就是不真实的啊。这就佛说一切法空啊，是由于缘起性空
好，既能这个缘起的这个条件都是不真实的，这个依这个不真实的缘所升起的物象，你给它安一个名字，那就更没有真实性可言了。啊，哎，那你知道这个各种缘起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，名和爱，你对这个名假名失色，你也不要太执着，只是它是一个标志，一种无相的概念而已。但这个概念也必须要，不要的话你没办法交流，但你不要去执着它。好，这是知缘不识名和爱。法相中会讲三性，缘成实性，依他起性，遍计所知性。缘成实性就是你真实的状态，依他起性就是缘起法所产生的一种现象，遍计所知性就是一些众生这个心啊，遍一切处去分别计较，能够产生的一种执着，一种颠倒。那这三性理解起来不容易，那用比喻的方来说，就像缘成实性，就像那个麻，依他起性，就拿那个麻呢啊，制作成了一根绳子，依他起绳子是众缘和合的产物，它的本体是麻。遍计所知性呢，就是你把那根绳子看成是一条蛇，哇，很害怕，这就是你的颠倒啊。好，知缘不识名和爱，这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要把它用起来了。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都是不真实的。建立了很多假名实色，这个学说，那个主义，那个标准，这些你都要看清楚它的本质。好，达妄无依念自平。达就是也是了达动照啊，妄就是一切缘起法都是虚妄的，幻化出来的。这个达妄无依，无依就是空的意思，无有真实性，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，如幻呢。但是当下你了解一切法，种种如幻的法，也是生于这个妙真如心。就像虚空当中你看到的花，这个虚空花是从虚空才有的，是你的眼睛有问题的，你看到虚空里面有花。但这个幻化的花虽然灭了，你眼睛好了一看没有花，但是它的背景空性不坏。从这理解，我们众生的阿赖耶识啊，耶识的心也叫幻心，幻化出来的。最后你通过修行，可以把这个
可以转世成智，可以幻化的东西给它灭尽。当下你体会那个决心不动，就好像虚空不化一样。好，所以你要看清楚一切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都是虚妄幻化之相，当体即空，因为它是从因缘而生起来的，了达它平等的空性，这就是无一。当你了达了这个时候，念智平了，这个念头自然就平常了，平等了，就有平常心了。何以故呢？我们平时念不平的话，是由于把一切虚妄的境界看成是真实的，你很贪恋，很执着，得到了高喜高兴坏了，得不到痛苦欲绝，你每天都在这个情绪反应当中，所以你心是不平的。不平是来自于你把虚妄的东西看成是真实的，所以你了解一切都是达妄无一的话，那心自然平了。比如达妄无一，这个妄从自己身体开始，我们身体就是幻化出来的，就是不真实的。于是原来认为很真实呢，就很爱惜，天天要营养，要进补，要穿得很好，要睡得很好，你一切都为这个身体服务。那身体出了点小问题，害怕之极，小病要大治啊，要做种种检查啊，吃药恨不得把药房里面半间房子药都吃光啊。啊，你了解的身体的虚妄性，那你这个你是不是心要平静很多？即便是得了癌症啊，生命到头了，安排好后事啊，心平气和的和这个家人告别啊，心平气和的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哎，那有人得了癌症不得了啊，哎呀，怎么是我？上天太不公平了，我这么好的人，马上手术，马上化疗，各种高级的药上，哎，他每天在恐惧不安里面。还有一些家亲眷属，包括你的子女、子孙后代，现在很多老居士都说，我念佛什么都能放下，就是孙子放不下。这个孙子是真实的吗？是业缘的幻象，也是当体即空的。所以你平常心对待你的子孙后代，敦伦尽分，把他培养大了，养大了，就已经对得起他了。其他的，他考没考上大学，找没找到对象，怎么怎么，贫没有贫道之身，这关你什么事呢？你要了解，你要牵挂那么多干嘛呢？哎，他也贫了啊。那我们一切资身用具啊，这个房子啊，汽车呀，钞票啊，那更是假的。你就不至于为啊，我只住这个三居室，他怎么有个别墅呢？啊，他就心不行呢？啊，我一辆这个车是一般的车，为什么他有豪车啊？啊，攀远的这种
痛苦的心呢，你心就不平了。所以现在世间人讲碰到什么事情躺平算了，其实那个躺平不是真正的平了，那是他没有办法呀，他无奈的情况。真正你要躺平，你要甚深的般若智慧啊，知缘不识名和爱，达妄无一念自平。你真正能做到这种智慧，你才真正能够躺平了。但其实一个菩萨知道一切法如幻，他要升起大悲心，他还要去修一些善法，他要去普度一些众生。对于心生灭明所显现的境界，你要当体看清楚它的本质，能得到一种平常心。那怎么回归到那个心真如门呢？这就是后面两句，安得身心归极乐，真空幻有总无生。这个安得带有点疑问的口气，我怎么样能得到身心归极乐的结局呢？好，这里看身心归极乐，我们说一般是心往生呢，怎么有个身呢？这个身心这里有讲究，这个身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的涅槃身，肉体的涅槃身本身是假象的、幻象的啊，它不是这个去往生的。这个身是指神识，神识当你脱体的时候，你会还是会有一个身体的样子，就像中阴身样的。虽然神识无形，没有实体，但是它从身体出来的感觉，它有一个身体。所以观经讲，在临命终时，自见己身上莲台，向佛顶礼。自己见到自己的身体上了这个莲台，这就涉及到心性当中比较细微的一面了。一般从心性结构来看，有相分，有见分，有自证分，有正自证分。这个神识出来，你见到这个神识的身体到莲台，你能见的那个是你最本源的那个心性，正自证分，你才自见己身到莲台。好，所以这个身心就包含着你的神识和你的最本源的那个心性啊，一起回归到极乐世界去。好，到了极乐世界去会了解什么真相呢？真空幻有总无生。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也是缘起法，是阿弥陀佛切证了诸法的实相，就是这个真空啊。这个一般大乘佛法讲真空是空有不二的含义，
就是包含有的空就叫真空啊，含有空的有就叫妙有啊，这叫真空妙有。好，那这个切证这个真空这个幻有是指什么？由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，它也是空性里面证到空性所发的这个大愿，由这个大愿引导照在永劫的6度万恨的修行，等这个大愿圆满的时候，极乐世界的全体的庄严呈现出来。啊，那极乐世界的庄严也不是说它是有真实的客体，它也说一幻有，它也是缘起法，它只是从真空所缘起的，就是从是净清净的缘善的缘缘起的一个净土。我们这个世间是由我们的染缘啊不善业所缘起的一个秽土，有是一种存在的状态。这个极乐的有和娑婆的有，从本质上来说，它是一样的，都是幻，如幻如化。真空幻有，真空是它的体现，幻有是它的相用。那这个体相用，它还要回归到它本源的状态，就是真如法性，一真法界，常寂光，就是无生了。这个无生就无灭嘛，就不变嘛，就不动嘛，就离开能所嘛，绝代嘛。那这种就是一个绝代的本源性的法界一向的那个平等清净法身，也就是常寂光，也就是我等众生的本来面目，向上一着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的平等的法身，在那里就能了解这个生命法界的真相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